了你。你今天从哪儿来，我今天就给你送回哪儿去。老苍狼，你给我听着，我是肖文斌，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乖乖的出来，饶你一命，你要是反抗你就死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没那么大耐心，你再不出来我可就开枪了。把枪放地上，上。项圈呢？什么项圈？这真会装糊涂。警务搜。是。师爷，如果这个项圈让我找到的话，你就得搭上。如果你主动把项圈交出来，那还来得及。怎么样，白长官？你说的那玩意儿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找到了。师爷，我该兑现我的诺言。慢着，
给你机会，你不要啊！你不要啊！跪下！跪下！大当家的，对不住你。 现在跟我说这话是不是话啊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见你说这样的话。老三呐，你行啊，给我来这一手，够狠，够仗义。既然你不仁在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 是我做的不仗义，可我没办法，我得为山寨的弟兄们留条后路啊！到了这会儿，要杀要剐，随大哥。大哥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琼崖乡圈我给你找到了，就在二当家手上。 给我，咋了？不打算给我了？你还是我妹妹吗？你不用看她，你如果还是我亲妹妹，你就把她给我。 白长官，你今天可真是劳苦功高啊！晚上我给你摆庆功酒。<笑>大当家的，这东西有多少人惦记着，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？ 一定要当心呐！白长官，把枪借我用用。啊，胆子，把枪给我。 三，你干这事儿是吃里扒外的事儿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把你当亲兄弟，你知道，我最恨有人跟我不是一个心眼儿。我会杀他八百回。老三，兄弟对不住你了，大哥。 动手吧！ 来人，把他扒光衣服，给我绑树上喂野狼。
绑了。回山，大当家的，你一定要当心呐、啊！你一定要当心呐、啊，大哥，大哥，一定要当心呐、啊，大哥。村儿，村儿，我想跟你聊聊。我先把东西放下。哎，少龙，山里那个姓王的猎户来了，说找咱们有急事儿。好，走。川龙哥。翠儿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咱们待会儿聊啊。来，请，快进，坐吧。老王，什么情况？说吧。昨天下午啊，我在那个九峰山的半山腰上打猎，就看着对面啊，黑虎峰上的胡子们下来了，人呢还不少，得有七八十号人。他们呀，先是在林子里边一通摸索，后来啊，天黑了也没回去，直接点上篝火呀，就在山里边过夜了。哎，那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在树林里干什么？这个当时我离得远，没看清楚，好像在找什么。后来啊，天黑了，我也没敢多待，就回去了。今天早上天一亮，我又过去看了看，他们人呢都走完了，但是在那边的山路上有一匹死马。死马？那马还在吗？应该还在，看样子是从山坡上摔下来的。哎，那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？能啊，咋不能？走走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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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少爷，这是黑虎堂，师爷的吧？七姐，你没看错吧？当然没看错，这匹马跟了他好几年了。这马应该是下山的时候走太急了，从山上摔下来。如果照这样说的话，这骑马的人摔得不轻。不应该呀、啊，这骑马骑得好好的，怎么会摔下来？这就对了，老王不是说了吗？昨天晚上有一群黑虎堂的人在林子里，晚上还在这过夜，显然是针对老苍狼的。也就是说，他遭到了白骑山的追杀。哥。你都看了这么半天了，看出什么门道了吗？哎呀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兰子，这玩意儿也就是到了我手上能派上用场，如果落到别人手里，那就是白瞎了。你看看，怎么样，看出名堂了吧？这也没啥好稀罕的呀。不光是你，就算他白旗山，一样弄不明白。还说呢，
自从早上把这项圈递到你手里，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跟我说，我算是把他得罪了。你还怕他不成？他要给我惹急了，我就让他滚蛋；他要给我惹翻了，我就宰了他，还能惯他这毛病？再说了，这东西你拿到手，你不给我，你给谁啊？你给他呀？给我。那种时候，我肯定是给你啊，你是我亲哥呀。可是话又说回来啊，这往根儿上说，他就冲这东西来的。现在这宝贝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他却没落在手里，你说他能不恨我吗？你还挺能替他着想的。我告诉你，兰子，这玩意儿在他心里边比你重要多了。这王八犊子的心思我早就看透了。你呀，长点心眼吧，别再犯傻了。哥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都已经嫁给他了，这门亲呢你也认了。那仁兄领上的宝贝得了手，你和他都有份儿，这话也是你说的。到这会儿了，你把脸一拉，把我家中间了，你让我往后跟他怎么过呀？让我守活寡啊？兰子，我先前说的话，你到现在都没弄明白。这玩意儿要是交给你们，你们根本就看不懂。等有一天我弄明白了，我去仁兄领去挖宝贝，你说我能不带你们两个吗？将来都有份儿，但是我要看到白岐山对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。你哥我是为你好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还有一点，我要给你交个底儿。为了这条金矿脉，咱爹忙活了大半辈子，当年也带着我还有兄弟们，我们一上仁兄里一待就是几天，费了挺大的功夫，也遭了挺大的罪。那时候你还小，你不懂事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就算有一天图纸找着了，那金矿照样在地底下埋着，谁也别想带走。他共产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都是过客。你以为他们能在这儿开金矿吗？那是做梦。我告诉你，兰子，只要咱们守住黑虎山的这份家当，这金矿早晚是咱们家的。杀了他，必须得杀了他。咱们有人，而且会有很多很多的人。许大有手底下那百十号人，他们能跟着共产党，鬼才信呢。要不要一起吃点？不吃了，累了。小子们，行了，不早了，回去吧。既然嫂夫人这么不赏面，那萧某人就告退了。饭都不吃了，你还恨我吗？说什么傻话呢？我干啥恨你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？项圈交给我哥了。项圈在我们俩谁手里，那不都一样吗？一家人，别说两家话。再说了，那下面我们俩不还得合作吗？真的没生我气啊？你看我这样像是生气了吗？我哥也这么说的。你哥还说什么？我哥说要上仁兄岭。上仁兄岭？啊，没那么简单吧？那姓夏的在那儿布置了那么多岗哨，哪那么容易得手啊？我哥说，当年我爹带他去过几次仁兄岭，走的是另外一条路，那条路很近，很危险，几乎没有人知道。哦，大当家的就是不一样啊。
走的路都比我们多。哎，我还出了一个主意，我说啊，让前两天投靠过来的那八个人走在最前面，给兄弟们探路当替死鬼，要是有什么埋伏，咱们掉头就走。反正那几块料你也信不过，我哥也不稀罕。你现在真是越来越精明了，那得赶紧跟大当家的说一声，咱们和解一下，越早行动越好。嗯。谁啊？二当家，是我。进来。二当家了。野菊坡那边安排妥当了吗？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明天是他的最后期限，咱们有人盯着。咱们的人可靠吗？可靠，都是给大当家磕骨头的，你就等好消息吧。好，明天一早我就回松土城了。行，走吧。哎，走了。哎，明天就等着小翠儿的一锤子买卖。别抱太大希望，他没那个胆儿。那可不一定。鱼，咋回事啊？这是咋还换人了呢？哎，那老鱼头呢？哦，老鱼头今天早上上山砍柴，把腰给摔了，让我来替他了。哎呦，没什么大事吧？哎，没事儿，养个十天半拉月的就没事儿了。啊，行，那行吧，行，走吧。啊，别耽误事儿了，去，赶紧的啊！哎。小翠儿，干啥？尝这肉筋，烂乎不烂乎？你自己尝尝。哎呀，你年轻，牙口好，如果要烂乎，我就给捞出来尝尝。哎，嗯，好吃。好吃吧？那我就捞出来，这碗呢，我给你留着啊。哎，小翠儿，去，快去把那个柴钱给人结了，人在后院等着呢。在后院啊！快去吧！哎，等等等等会儿，你有钱吗？哦。来，拿着吧。来，老鱼头，给你钱。哟，咋不是老鱼头啊？小翠儿是吧？啊。老鱼头今天早上把腰给摔了，我来替他两天。哦，钱给你。黑虎堂二当家的让我给你捎句话，明天是最后一天，交代给你的事情无论如何都得办成了，听明白了？可是怎么了？可是前两天我手伤了，他们不让我去帮厨了。别跟我说这个，要是明天办不成，明天夜里，我就把你爹娘的脑袋扔至院门口。听明白了？许大友这件事情吧，事关重大，决定我们任务的成败，一定要做到绝对的保密。现在，各自回去准备吧。嗯，走。少龙，一会儿你去的时候，要仔细的检查清楚。还有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放心吧，张伟。都跟紧了，精神点。谁能给他们找来啊？没辙，那自治军可是一百多号人呢。那是嘿，大早上的，你们几个搁这儿嘀咕啥呢？哎呀，老板娘，你不知道，这昨天晚上城里可出大事儿了。出什么大事儿？那许大友，你知道吧？嗯。昨天晚上带着自治军一百多号人跑了。
跑哪去了？听说是上山了，好像投奔黑虎堂去了。不能够吧？串龙不是当过连长吗？还能让他跑了？哎呦，我的七大姐，那串龙再有本事，他就一个人，那自治军可一百多号人呢，那串龙降得住吗？说不定啊，这会儿都让人给绑了。二少爷在哪？早上我看见他骑着马出去了。小翠，备马。哎，哎，我的七姐，这人跑都跑了，你一个妇道人家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这不是添乱吗？夏先生估计正在气头上呢，就别过去招人烦了。是啊，要我说呀，这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那自治军那伙子人呢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在咱们松府城啊，那都野惯了。这冷不丁的，让共产党这一管，那不跑才怪呢，是吧？在里面，走。徐大友什么时候跑的？大概凌晨两点多。夏政委，作为这个连的指挥员，这次的兵变我有责任，处分我吧。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没弄清楚之前，轮不到谁负责任。报告政委，仓库我们都查看了，所有的武器和粮食全被他们拉走了。赶紧派人加固前面的工事，加强防御。还有这边，找人赶紧给我堵上。现在这是最重要的。是。徐长官，徐长官，刚才后山林子里发现两个探子。人抓着没有？没有，相互开了几枪，人就跑了。什么人呢？鼻子这么尖？不好说，难道都是短家伙？他奶奶，这么快就把我们给盯上了。王八犊子，看来还得加强防御。马上再派三个班，加强前后山的巡逻，防止他们夜间偷袭。是，走。集合了。肖长官好，准备的怎么样？兄弟们都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别忘了，你们这几个人的命都是我保下来的。这次大当家的带队，你们跟着一块行动，一定得好好表现。我说话的意思你明白没有？明白，肖长官。明白就好，一定得拿出个样来，别让山上的土匪不拿正眼看咱们。更重要的是，要让白长官看看，咱们自治军的弟兄可不是什么奸细。肖长官，你放心吧，兄弟们都懂。在黑虎堂，我们本来就是外来人，大当家的信不过我那是应该的。肖长官，以后黑虎堂的脏活累活尽管给我安排，我一定给你好好干，不给你丢人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主峰，哎，翠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看你们早上这边人都走光了。我怕没人帮厨，就跟七姐说了一声，过来帮忙。你来的还真及时，我这正发愁呢。
这宝盒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可你这手，不要紧的，能干点啥干点啥呗。行，那你先帮我照看一下，我去一下库房就回来。好。看什么看？快动手！柴都给你们堆后院了啊！啊，谢谢你啊！哦，对了，钱给你，慢走啊。翠儿，愣着干啥呢？没有，我在想，我该干点啥。哦，这样，你先烧火吧，我来和面啊。哦。这菜呀，待会儿我洗。你就先烧你的火啊！哦。撤撤撤！这儿就是人熊岭。哥，这也上不去啊。准备挡绳索。是。上。等等，顺子。小兄弟，把你那个头城那八个兄弟都给我叫过来。崔排长。来了黑虎堂这么久了，没露过身手，难以服众。今天你就露一下，让兄弟们看看。听大当家的吩咐。看见这个悬崖了吧？可以说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如果上面有共产党把守，咱们是有去无回。就劳烦小崔兄弟先去探探路，摸摸情况。如果上面没有共产党，你就扔火把下来为好。要是有共产党，就各自为战，能跑多远跑多远，但是不能暴露咱们的队伍，清楚了吗？大当家的放心，既然你发话了，咱们哥几个必定慢死不辞。来，把绳索给我。小心点儿。是，跟我走。崔排长，小心点。走。上。崔兄弟，小心点儿。是。少龙，哎，回去让他们赶紧做饭，做完饭开会啊。二少爷，好，谢谢。七姐，真行啊，你一走走一天。我告诉你啊，松府城发生的事儿，我们可都听说了。听说什么呢？那许大友不是跑了吗？啊，
你说这没良心的啊，管吃管喝管住，到头来呢他跑到山上去当土匪了。我告诉他坏事根本没少干。七姐，是这样啊，他不愿意参加共产党呢，那毕竟有他的理由，我们也绝不强求，但终有一天其实他会后悔的啊。不过你这消息也够快的呀。嗨，我这什么地方啊，啊我这也居坡，你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我这肯定第一时间都知道，我这人多多多乱啊。没吃饭的吧？啊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哎，七姐不用，我们那炕上都有。你那炕上也根本不是人吃的呀。什么叫根本不是人吃的呀？不是，我是说那没法吃，我给你做点好吃的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不用给我做啊。怎么就不给你做呀？我做好就给你送过去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敌人真的知道一条咱们不知道的道。要是让他们知道这山头上没有共产党把守，蜂拥而上那可糟了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那我们向抗联报信去吧。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再说他们又不认识我们，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，死在自己人的枪下不值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这样，同志们。听我号令，把枪拿出来，把保险打开。咱们在这山头上弄出点动静来，要让他们知道这上面有共产党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咱们几个在这边。好，我要暴露自己的位置，弄出点动静来。散开。是。给我打。枪声由远有近，应该是两拨人在交火。那共产党把这条路给截了，真是邪门。现在怎么办？不能上了，上一个死一个，撤，撤，撤！来人，有，把绳索给我砍断，砍断绳索就把他们的后路给断了。不断怎么着？还等着他们把共产党引来吗？必须断。你这招真管用，你确定都撤了？我看到了。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仗打完了，咱们还得回去。夏政委给的任务，咱们还没完成呢。咱们现在就这么回去，他们肯定不相信咱。兄弟们还是死路一条啊！是啊，这不一定。打仗肯定会死，有伤亡就可信。你，还有你，啊，你们三个扮演死人，啊，就别跟我们回去了，连夜下山去给夏政委报信。哦，明白。记住，一定要保密，别去野局坡，要以隐蔽的方式去报信。明白，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们三个赶紧撤。好，跟我走。哥几个，聚过来。咱哥几个。不能全虚全影的回去啊，得挂彩。